排球、女排超级联赛，天津渤海银行胜江苏中天钢铁。新华社照片，天津，2019年2月12日。2月12日，天津渤海银行队球员在比赛中庆祝得分。当日，在2018-2019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第三阶段半决赛第一轮比赛中，天津渤海银行队主场以3-1战胜江苏中天钢铁队。新华社记者李然社。2月12日，天津渤海银行队球员斯尔恩谢维奇中和队友在比赛中庆祝得分。2月12日，天津渤海银行队球员李盈盈左在比赛中庆祝得分。2月12日，江苏中天钢铁队球员张长宁上在比赛中扣球。2月12日，天津渤海银行队球员姚迪左和李盈盈中在比赛中庆祝得分。2月12日，天津渤海银行队球员斯尔恩谢维奇上在比赛中救球。2月12日，天津渤海银行队球员李盈盈上在比赛中扣球。